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。孔方回家将孔元未死自己打算去营救的消息告诉父亲孔良峰。孔方在房中找到一对哨子，并将哨子中暗藏的行动口诀告诉向海音。孟大、孟二由于不谨慎暴露了身份被伪军打死，也因此连累了孔方。伪军包围了孔家，要逮捕与八路军串通的孔方向海音。杨团长已经打探到瓦格纳的情报，德国化学天才随身跟随一名叫保罗的贴身保镖，煤气官为其物色了一名叫信方的女翻译。杨团长决定由向海音顶替信方。为了不惊动鬼子防线，交通员只能领巩大河一人进山。还有别的意思吗？没有，照怎么叫？不可能没有别的意思，中国字都有意思。中国话说什么风云败离，如果你有一个哥哥的话，应该叫孔放吧。那如果你有一个弟弟的话，叫什么？孔亲远亲远亲吗？远亲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尹静凤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一听就是穷人家的名字。你说什么？你行吗？人间万古啊，你爹妈肯定是想让你这辈子能够吃上饭，可没想到你跑到中国来杀人来了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开疆扩土，我们现在是在伪帝国创下生存的空间，我们的将来就是日本的大英雄。大英雄，你是个大英雄。大英雄，你能告诉我刚才你说留着我有用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想知道？老孙，一定要保护好孔老师啊！孔老师放心，只要有我的手在，一定有人在。杨团长，杨老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孔方觉得我们应该对孟大孟二的死负一点责任，这是我们俩的心意，麻烦你交给他的家人。孔方说等打完仗，孟大孟二的家人可以去孔记粮行做一份工。谢谢，我替孟大孟二的家属谢谢你们，也替八路军谢谢你们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叶总监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孔老师，您真不简单，还会开车呢。在日本学的。您日本人都是鬼子吗？日本人有鬼子，也有平民。哎，你说这些鬼子不在自己国家待着，非得到别人地盘来抢东西，他们也不想想，咱们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侵略我们吗？就是，一想起来就憋气。哎。这要说憋气啊，你还真憋不过我。不过你那擒拿是挺厉害的，你说你这么高一个高手，怎么才是个伙夫呢？这你得问我们团长去。哦，你不光是个伙夫吧，你还是杨团长的警卫员。向老师，您怎么知道的呀？你真是啊。我观察过了，你接杨团长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，没那么紧张，证明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。哎呀娘啊，那以后真不敢跟你们打交道了，个个都跟子弹似的，能射人脑子里去。不要怕，我是好人，
哎，你跟我打交道，短不了你的鱼池。去，没说你，我是说向老师跟孔老师。你哪像子弹？你充其量就是个炮弹，比他们笨多了。先生，我是西田太郎。孔先生，孔先生，我知道你火系背后的事情，你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航卫将军签署，他纪律很严，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多谢了，师弟。我得走了，您多保重。娘啊，孔老师，没事吧你？你是不是困了？对不起啊，没事。咋了你？你吃了它，土豆热量高，含水量大，超过自身比重的50%以上，是世界上目前最抗饿又能减肥的食物。你吃了它，是对大家负责任。啥减肥？你减什么肥呀？你也不胖啊。啊，还是算了。减肥还是减命，你看着办吧。好容易长点膘，你减了它干啥呀？快吃吧。快去吧，爸。来，去吧。我要上厕所，去吧。哎，什么信？我上厕所。心情不大好，我有点担心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小张会叛变？我只是担心。白哥，要相信咱们的同志，都是血里淤泥成长起来的，不容易啊！他知道轻重的。
哎呀，我只是担心另一个车间的工人。厂长，那边的人您甭担心，他们不是核心人员，我是按照埋藏守则安排的工作，他们也不掌握核心地点。但愿吧。你说咱们又不是共产党，就算在这个兵工厂里面，那也是靠边站的，干嘛让咱们在这里陪绑啊？我认为小欧说的对，你看咱们这叫打杂的，你看最后工厂藏了些武器和弹药，咱们都不知道，鬼子抓咱干什么？以为八路军造枪造炮，这鬼子不抓你抓谁啊？老董，咱们大家的意思啊，是去找小鬼子，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了。这样鬼子不就可以放咱们回家了吗？做梦吧，人家鬼子说的是要把知道那个藏武器弹药的地方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谁知道？你们谁知道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你就是想告密，你告得了吗？啊？好点了吗？放心吧，有土豆顶着呢。张家以前是造爆竹的，由于爆竹造得好，才被招进兵工厂的。我知道，他爹就是虎头山兵工厂的，试验手榴弹的时候被炸死了。徐吧，你要逃跑啊？我不跑，不跑，我要见你们上级。老罗，说，不对呀。怎么不对？他这是要叛变的意思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不是你们说的吗？说可以趁上厕所的时间找你们上级汇报吗？不是，你这是要投诚。要是假叛变呢？那投诚什么啊？我问你他汇报什么？他不就是汇报武器在哪儿吗？走，快走！不行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开枪！要用我，我只向日本人开枪。好。你只对日本人开枪是吧？对，他只要一开口，这武器在哪儿全都暴露了。再多的武器也比不上一条人命重要。你不开是吧？混蛋！哎呦！你去开着，开开，走。隊長、手榴弾を使いましょう。警備を続けるぞ。干什么？我要见你们头。你要见我们将军干什么？跟你说不着。哎，回来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见你们头。你要见我们将军干什么？跟他谈谈我们八路军特务连的事情。哼！你
你们的脸不是都被打光了吗？放屁！我就是特务连连长，我在连就在，耽误了事情，小心你们头枪毙了你！快点！等着。军警啊，跟咱们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最近有很多军用物资要从这里运出去，所以戒备比较森严。哎呀，麻烦了，没法来硬的了。国亮，离车有多远？你有把握能把它弄上车？嗯，如果是硬来，多远都行。动作不能太大，不能让军警知道我们是来抓人。但是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功夫，如果他能靠近车五米之内，我想不用动作太大也能把他弄上来。嗯，还有大河，嗯，你把这个拿着到出站口打开好不好？这上头写的啥呀？瓦格纳教授。哦，哎，那我得站在什么位置才能方便他看得见？你站在任何地方他都能看得见。那没啥呀、啊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头大象从站台划过，你会不会注意它？那我当然看得见了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于信方来讲，瓦格纳这个名字就是一头大象。哦。有车来了。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和我有什么交流吗？就三条。我们八路军也抓过你们不少俘虏。我们也不是百战百胜。在战场上，我们跟你们玩命。可是抓到你们之后，我们都是优待俘虏的。说话太绕，孔连长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克扣俘虏的伙食是你们这个部队的传统吗？有这事？给我送饭的那个士兵叫人见饭骨，刚开始还给我一半的伙食，现在就只剩三分之一了。下次给他补上。我保证，以后不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第二。我要和兵工厂的人关在一起。你是军人，他们是工人，这样不好。不行。第三，我要求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。一个小时太长了，十分钟吧。还有吗？没了。
连长不够真诚。我拿出宝贵的时间来，你却没有把宝贵的东西给我呀。我的命最宝贵，你随时来拿。卖烟喽，卖香烟喽，卖香烟。去的地方告诉我，我就可以给你最宝贵的东西，你的生命。大白天的，你做梦呢？我在挽救你们的生命，你们却不珍惜，心痛啊。你记住了，不会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向你屈服的。太自信会误大事。把人请进来。把你的手放开，你功夫比我高，又有这么多人，我跑不了。同志，我不方便搜你的身，请你把身上的枪交出来。我从不带那么低级的东西。这我可不能相信你。相信他吧，伯亮，他没撒谎。嗯，你咋知道？我是学心理学的，人家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。学心理学的也学会抓人了，乱世出英雄嘛。你们为谁服务？中国人。那我们不矛盾，我也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不是抓，是请。有这么请的吗？那不然你说怎么请？现在已经请到了，有何贵干？新王小姐，我相信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们请你的原因了。孔连长，你没事？没呢。
袁王爷还没收我呢。你来干嘛呀？那厂长，如果出现最坏情况，怎么办？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他是来告诉我们武器埋藏的地点。是吗，小张？我再回去想想。小张。家里还有几口人？我爷爷，我娘，我姐，我弟弟。哦。定亲了吧？有个娃娃亲。见过面吗？没。想见面吗？想。一定很俊吧？胖。想去见他吗？想。那就回去吧。我可以回去了。可以。我马上就可以送你出山。告诉我一句话，武器藏什么地方？小张，你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让你走的。孔连长，对不起了，我想回家，我爹死了，我娘不能没有我呀。孝顺的孩子，我们的武器，说吧。我们的武器就在。将军，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，能真正的让他回家。小张，说吧，说了你就能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带你娘多远点儿。对不起，小张，特务连再也保护不了你了。孔连长，我错了，我不舍，打死我也不舍了。说吧，武器咱不要了。狗娘养的，我不活了。活着不那么容易，死也不简单，先把他带下去吧。你好好考虑考虑再。孔连长，你今天虽然对我不礼貌，但是我说话还是算数的，我答应你的条件同样算数，但是你要为你今天的不礼貌付出点代价，受点皮肉之苦。
哼，原来你们是八路军。哼，现在才知道啊，晚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把我枪毙了吗？我对不起你们。你说出了我们藏武器的地方，那是怎么了？我本来是想说的，因为我想回家，但我遇见孔连长了。孔连子，他还活着啊？他怎么样？他戴着手铐和脚镣。嗯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了？日本人打的？是孔连长。孔连长，孔连长听说我要告密，窜过来铐着我的脖子。我以为孔连长要杀了我，但最后孔连长松了手。他让我说出来，他希望我能回家。厂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嘛，我知道错了。好了，小子，不要哭了，啊，没有说就好。你就是说了，日本人也不会放你回家的。厂长。我们还是同志吗？是啊，小子，我们还是同志，啊。汉奸，我跟你们再也不一样了。小子，不要这样说，回来就好，啊，我们还是同志。听说你今天戴着手铐差点掐死一个人，不是掐，我是救了一个人。你干嘛站得离我那么远？你是危险分子。不用站得那么远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对你也没有兴趣，干嘛要离你那么近？你以前对我有兴趣，我现在没了。看来你不是什么大英雄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怕死的胆小鬼。我不是胆小鬼，我随时都可以为天皇尽忠，可惜我不能死在一个俘虏的手里。死在我手里，算你的荣幸。吃饭。新芳小姐，你好，我叫孔芳。我叫向海英。
怕什么？你好，我叫孙国亮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我们有200多名兵工厂的工人，现在被困在了虎头山。是，我的弟弟也在山里面。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们想把他们救出来。可是目前呢，我们进不了山。你是瓦格纳的翻译，你可以进山。所以新芳小姐，我们把你请到了这里。我救不了那么多人，因为我只是个翻译。假话，我没必要跟你说真话。你前一句说的是真话，你救不了那么多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帮你救。望山的也带不了人。不用你带，我去。你的意思，你要冒充我？是。没可能。为什么？给瓦格纳做翻译，不仅要精通德语，还有日语。请问这位向海英小姐，你行吗？事实上，除了德语和日语之外，我还会英语和法语。他没有夸张，他还落了两门语种，俄语、朝鲜语。但是这两门语种没有其他的语种那么熟练。即便语言这一关你能过，你也冒充不了我，因为我有任务。你不只是个翻译吗？我不是。你是间谍。邓山君，刚才那个小张说的什么你听清楚了吗？他话仅有半句。说的是什么呀？他以为我们的武器在棋子一般。不对，他说的是我们的武器就在，而不是我们的武器在。这有什么区别否？区别大了。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中性的描述，而就在则是一个程度的副词。在，就在。你为谁服务？你没必要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这次任务重大，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。我们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。不是看不起你们，你们完全没有这个能力。你低估我们了。确切的说，应该是你们低估了恒伟阔和瓦格纳。要想从恒伟阔手里救出人来，都不能说是个妄想，简直就是神话。新芳小姐，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过神话？有过。那你怎么就能断言我们创造不了神话？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？在，就在。哦，忽悠之物，在可能是在山中指联合的地方，就在只是一个比较近或者比较鲜艳之地方。邓山君，你开窍了。下面咱们谈一谈合作，你把你的具体行程还有任务告诉给我们好吗？然后你呢，就可以在这里好吃好喝。据我的观察，你的皮肤是干性的，这里的水土正好服你。等我们把任务完成了，咱们再各奔东西好吗？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合作的，死也不会。这句话是真话。那就赶紧放了我，别耽误我完成任务。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你们这个八路军团部的位置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所以根据小张的话，我们可以断定
器弹药一定藏在山洞里，或者是在山洞的周围。咱们用不追武器，找武器如此重要乎？我们不用，也不能叫别人用。再说，这么多武器弹药埋在地下，我们就好像是坐在了弹药库上边，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被炸上天。星芒小姐，实际上你不配合我们，我们也知道你是谁派来的，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这些我都可以算出来。是吗？那说来听听。你为军统服务，你是来调查恒伟阔这个兵工厂的进度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想拿到兵工厂研究的神经性毒气的一些证据，因为国民政府想借此赢得国际舆论，以及逼迫美国人加大对日本人的火力攻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一名数学老师。又是谁跟你说的这些？是你。刚才在你谈话的字里行间，你透露出你的任务，还有你的身份。新方小姐，请你相信我们，我们有能力完成你的任务和我们自己的任务。你们还是杀了我吧，我说过死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跟你们合作我也是死路一条，军统会制裁我，所以要么杀要么放，你们看着办。离找到武器弹药不远了，通知工兵队，洞里洞外挨处搜查。嗨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搜查的。你为什么搜查我们？笑话，我们搜查还要经过你们允许？走开！谢谢西，那怎么办？你想办法把他召集过来掩护我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。
你们三个出去，快出去！请拿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小孙就可以了。你可不行，叫你小孙，把我自己都给叫老了。那叫老孙也行。哎，你的擒拿在哪儿学的？我那是祖传的。我也学过呀，怎么一见到你就不灵了呢？那是。强中自有强中手。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？那是上级的事儿，我不清楚。那你清楚什么呀？我就清楚，我得好好保护你，不然让你从这儿走丢了。班长，嗯，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他包里除了一份聘书。一份是日文的，一份是德文的，其他的就是生活用品。至于什么行程啊、计划，应该都在他脑子里。听到没有？如果他不配合，我们就一点招都没有。对啊，他跟瓦格纳在哪会合，什么时候会合，也不知道瓦格纳了解他多少，这不睁眼瞎吗？本来的计划就是取得他的配合，这样事半功倍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此路不通了。是啊。其实，他即使不配合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他的日程表，还有跟瓦格纳的约会的时间和地点，我们也能冒充他，因为那个聘任书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有办法。你说。上行，上大行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不行，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用行。啊？你成家了吗？没有。八路军不成家是吧？谁说的？小鬼子不打跑了，怎么成家呀？如果要是鬼子没来的话，兴许我早就成家了。是吗？哎，跟我说说呗。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案，这个问题。我来解决。怎么解决？催眠。有多大把握？要把一个普通人深度催眠，我很有把握。但是要将信芳深度催眠，让他说出自己的秘密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大把握。
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间谍，受过专业训练。是啊，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反过来想，他是间谍，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但是他没有受过反催眠的训练。正是因为他是一名间谍，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所以他的内心波动比较复杂，深度催眠的几率应该大一些。肖老师，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安静。在我做催眠的时候，我需要周围绝对的安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嘴闭上。其实以前我倒是有个没过门的媳妇儿，那次她干完麦子回来路上撞上了鬼子，结果没跑了，就跳了崖。后来是我去给他收的尸。本来想着是麦子割完就让他过门了，他这一死，家人怕我伤心，就又给我张了门亲事。我说算了。后来我去他坟上烧了炷香，完事儿就跟着部队走了。你对他还挺有感情的。我们其实就见了两面，一次是相亲，另一次是我赶集碰上了他。我那回我还给他买了块方头巾，让媒人给他烧过去。后来他也给我拿了一次鞋底儿，也是让媒人给我烧过来的。不过我倒是记得他那双眼睛很亮，死的时候都没闭上，就死时候吧，那鸟啊云啊还都在他眼睛里。后来我埋他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小鬼子要是不打跑，还要有多少姑娘被祸害，还要有多少双眼睛闭不上。您可不要可怜我呀，我以后肯定会有媳妇儿的。我没可怜你，我只是心疼那姑娘。你要是心疼那姑娘，你就别跑，让我们好好的收拾鬼子。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这儿啥不对啊？别紧张，不是，我说这儿，哎，啊，你这儿不饿呀？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饿呀，我饿的我都没睡明白。我觉得咱们得出去弄点吃的呀。这不行，小鬼子到处逮咱们呢。不是，要这么下去肯定饿死了。这样吧，咱到附近学点吃的，好吧？去啊！啊，走，快走走走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怎么了？走不动了。没人来，我背你，快！哎，行，快，我们来。怎么了？我能行。哎，兄，你看，山鸡，你看见了吗？快，那儿，快看，这儿，快过来！别忽悠我！你看，我看见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大将，敌は消え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？武闘者は我々が抑えている。やつらは出ること、入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。逃げることは無理だ。どこか近くにいるはずだ。大将、この山に我々5人では少ないのでは？
も。敵は二人、こちら五人、十分だ。貴様はたった二人の八郎兵に一中隊が必要なのか。は、了解。捜索を続けろ。这玩意儿越吃越饿，我不要。老卢啊，这么下去可不行啊，不被打死也得给饿死。这样吧，贸易这些，去凤凰坡那儿联络点，学么点吃的。你上次不是说不行吗？危险，说小日本盯得紧，进不去。进得去也得进，进不去也得进。怎么着，小鬼子就没有打盹的时候啊？等晚上咱们摸黑进去。怎么着？你想被饿死吗？饿死啊？那这太窝囊了。呸！不光是窝囊，还窝火。不光是窝火，还窝气，你知道吗？窝气。痛快点，干还是不干？这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老铁家的烧饼好吃啊，我经常吃老铁家的烧饼，他这个烧饼绵软、香甜，而且有脆口。再撒上芝麻，那香极了。这件衣服我怎么没看你穿过？啊？你这么会算计，我怎么可能什么事儿都被你看到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数学是计算。不是算计。这衣服是哪儿来的？毕业的时候导师给的。哎，你看一下，看着我的图案。嗯。是有点晕。催眠服吗？不是，一般来说，催眠是不需要借助服装和道具的，但这取决于催眠者和被催眠者的良好关系。现在，被催眠者是完全抗拒的，所以就只能借助服装和道具了。我觉得这个信方啊很危险，要不要叫国亮？在旁边陪着你，不用。如果有第三者在场的话，催眠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信方的心理我已经基本掌握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主动出手伤人的。也对。大致需要多长时间？至少一个半小时。人的潜意识都是保护自己的，就算在被催眠的状态之下。也有可能不会轻易地透露自己的秘密。我想，我可能需要角色扮演，才能进入信方的潜意识场景。对了，你拿到资料以后，最好熟悉一下他的身体。为什么？我想，他通过特务机关的审查，而得到这个任务。肯定是经过了严格的程序，也许日本人和瓦格纳知道他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。明白向老师，你放心，我进去一下。好。你们到底想好了没有？到底是杀还是放？这得取决于你，我，对，
你坐过飞机吗？坐过，跟这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船呢？也坐过。晕吗？晕船吗？你上一次晕船是在什么时候？能告诉我吗？你们到底想好了没有？到底是杀还是放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上一次晕船是在什么时候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其实两个答案是一样的，船在水上，你在船上。在水上的船永远都是摇摇荡荡。如果你想不起来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现在这间房间就是一艘船，你马上就会想出答案。你想到的答案，就是你心里想要的答案。情报拿到了，明天下午2点，他跟瓦格纳在虎头山下的胡抓口会合。看来时间很紧，我们得赶紧出发。大家还有什么情况要说的吗？哦，他的脖子上有个挂件，是个降魔杵，能给我弄一个吗？我们八路军都不信这个，找不到。要不先用姓方的那根，以后再还他。还不行，那个是他妈妈留给他的。他妈妈已经去世了，那能不能找一个跟他降魔杵一样的绳子呢？这个倒不难，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丝线。那就找一根跟降魔杵一模一样的绳子挂在脖子上。那下面挂什么呀？给你的那个铁哨子。孔老师，这太危险了，发现的概率只有不到5%，应该忽略不计。你们还是给他弄个真的降魔杵吧，这保险一点。大哥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一根绳子，
就能代表他脖子上已经有了一个降魔杵，那么绳子上挂一个铁哨子，就能加大我们这个事件的成功率。孔芳说的对，除非我暴露了，否则他们不会逼我把降魔杵拿出来看真假的。好了，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了。对了，胸前的伤疤已经来不及造了，但你一定要记住是左还是右。左侧。主意吗？怎么进去啊？封王婆我比你熟，你在这等着，我进去。大长，行。哎，干啥，老吴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能一个人去。镇子里头，万一咱俩一块被逮着了呢？啊，俩人一块送命啊！叶秀武，特务连就剩下我们弟兄俩了，死也要死在一块。别，死死死！你能不能盼我点好你啊？老陆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跟我一块进去，你是我的累赘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如我自如。再说了，哎，这小鬼子万一发现我撵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能远处拿枪给我吊着点掩护吗？是不是？行了，过去了啊。干啥？握下手。哎呦，一定注意安全啊！行了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箱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谁送大河进山呢？我，黄参谋。黄参谋就是虎头山人。那你辛苦了，黄参谋。孔老师客气什么？应该的。对了，杨团长，我们先坐车到敌占区，然后我们下车换成马车。你能不能派两个八路军战士扮成马车夫，往对方的车上搬箱子？我怕他们的人去搬箱子不知道深浅，容易出意外。没问题，黄参谋。选两名干部跟着孔老师。是。还有啊，团长，一定要跟国亮交代好了，不能让信芳跑了。如果他要跑了的话，我们将前功尽弃。我明白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好。你还活着，我就给你开后门。别，听说我不进去，太危险了。老陆还在镇外等着我呢，我们没东西吃，你家有啥能吃的吗？啊，等等啊。哎，不知道你们要来，就剩这点吃的了。听说你能联系上团部吗？联系不上，鬼子把道路全封锁了，交通员进不来，我们也出不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啊。注意安全啊。是。
回。不喝水、啊。我这想来想去，我真后悔我那会儿没把那俩烧饼给捡回来。我，你说什么？我刚路上掉俩烧饼。